像刚刚三立的这个画面哦，其实在拍着黄国昌扶着韩国瑜上楼的这个画面，哦、还怕他跌倒的，在同样的地点。这我觉得真的是很讽刺哎，而且三立的角度真的拍得特别好，还拍到了在二楼转角挂着一个时代力量党团的牌子，黄国昌就扶着韩国瑜经过了时代力量党团，然后再往上走。在别的地方，我们还有看到，其实这还有经典的对话，是韩国瑜说这里吗？这里吗？黄国昌跟韩国瑜说，我们再上一层楼，踩着时代力量再上一层楼。韩国瑜是不是故意问的？再上一层楼，真的，我真的觉得很扯，你不觉得？哦，那时代力量的支持者看到不晓得是什么状况，我觉得哦，可能是我们那个言情小说看多了哈、哦。我真的觉得很像那种陈世美，知道吗？就是抛弃糟糠妻，然后就抢着做公主的驸马，但你也不知道那公主现在可以红多久，也不知道。